大家好，我是 Potato， 今日同大家讲下左拳击嘅左右直拳系点样打嘅。OK， 如果大家系惯用右手嘅话咧，就右手喺后边；如果大家系左右嘅话咧，就系你嘅右手喺前边。如果大家系左右嘅话咧，将我所讲嘅左右调翻转咧，就为之 OK 啦。OK， 咁拳击姿势咧，讲多次就系左脚轻微向前行一步，右脚脚尖45度角向右。抬起腳踭，膝蓋微彎，右手打電話，左手揸住個麥唱卡拉 OK。OK， 呢個就係你嘅拳擊姿勢。直拳向前打，向住你嘅下巴方向打，喺你下巴嘅正前方。右拳喺你左拳收翻翻嚟嘅時候，就打出去，翻翻嚟，左拳。右拳打同一个位，这个就是 one two combination。 one two 是所有学习拳击运动的时候第一个组合拳来的，就是 one two。 OK， jab cross jab cross 或者 one two， 只脚当你打个左引拳的时候，身体向右打右拳的时候，将身体调回过来，还要稍微向左边45度角去转动，左右左右。如果只是看个身体移动，就是这样的，向右向左向右向左，左直拳，右重拳，左直拳，右重拳。永远看住前面，左直拳，右后重拳，左直拳，右重拳。那个力度呢，永远都是手放松在个身体上转出来的。大家可以将个手摆在这里，向右向左转，这个就是用个膊头同埋个身体转出来的力度，就是这样转出来的。 Jab cross jab crossJab, cross, jab, cross. OK， 打沙包的时候呢，都是打完之后，隻手马上收回来，旧力已尽，新力未至的时候呢，是最危险。所以我们要将隻手离开自己身体范围的时间缩到最短。Jab, cross, jab,cross， OK， 打快啲咯喎，組合拳通常都係個速度好似打一拳咁快嘅，砰砰，而唔係彈。打沙包的时候，大家练习一下，好像真的打那样。如果你这样打法的话，很易被对手反击的。通常就是要砰砰两锤，好像一锤那么快。记住，手一定要翻翻嚟，打完之后不要跌，翻翻嚟保护自己。左右左右 jab cro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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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右直拳右直拳，所有身体全部向左边转。
轉去左邊，轉去左邊，轉去左邊，唔好向前衝，轉去左邊 ，jab cross jab cross， 力度就喺轉嘅時候轉出嚟，打同一個位 ，boom boom， one two one two。One two, one two. OK， 多謝大家。